apoyo a la地方工作的时候，他本来就关下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当那个动作是，他是这样，有没有搬东西？搬东西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这样样下来，他们立即就停了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再来，要弱化。啊，第一个动作，啊，很紧张，很僵，僵硬啊，看。好，来慢慢做，做，做到快不行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是要练的，做到快不行的时候再下去。好，这时候你看，就是变成搬动物比较好这个姿势，好，再来。好，再来，好，要继续。好，停，再来一些手法哈、哦，我就不多做那个很多社交的那个，我是很高能力的哈、哦，我刚已经说，我认为拜佛是让我自己，所以我30分钟我可以只拜6下，很舒服，所以我后来就慢慢的不到道场，当我们当，好、哦、很快，我的修还没拜到哪里都是当，我气都还没喘，修就起来。对，我慢慢的后来就比较懂气了啊。来，再来。哎，没有啊。高兴抬起来，高兴抬起来。各位有做瑜伽吗？有做瑜伽请举手。瑜伽我们是在拉紧头线，拉紧头线。所以你拜佛通起来之后，也是一样是拉紧头线的这个姿势。几步先抬起来，它这边就是拉紧，是吗？好，再收回来。手不能弯下去哦，这样你才能直达到。好，再来起来。大概是这样。我升起了之后是这样，来往上，上一面你这样才拉平啊。也就是说你先收回来，又变掉了。所以是先收回，先最后完成。到站起来是这样，然后再稍微缩回来，就知道我意思吗？